在剧组看到了正在拍戏的周也和侯明昊。当日周也一身红装跪倒在地，全情投入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侯明昊扶着周也的肩膀安慰着，周也却丝毫没有好转，依然哭喊着对他说着话。周也的情绪越发激动，整个身体也跟着晃动起来。侯明昊见状，一把将周也搂进了怀里。拍摄结束后，两人各自去到一旁休息。周也这场哭戏看起来耗费不少力气，坐在场边的样子都有点颓。周也挂着一脸仿伤妆，回头伸手找工作人员要水，随后工作人员递上水壶，周也一边补妆一边喝水，小模样奶凶奶凶的。另一边的侯明昊看起来就轻松许多，后场时偶尔跟身边的工作人员低语几句。休息结束后，周也蹲在拍摄位置准备，一只手捂在鼻子上，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崩溃中走出来。小周这场戏真是辛苦了。